时间，我煮了没三十分吗？最后一桶都被你吃完了。要不你再去厨房里面买几桶回来吗？这么喜欢吃，我到时候给你买几桶嘛，没事，让他想吃也可以。赶紧跑！给我上去看一下。走。你干嘛？你这么积极？上车嘞。你这么积极吗？啊。为什么？没有啥嘞。走嘛，你去把那拖把拿到去。就在这个楼上，你们看，很近。干嘛？你先做作业，你做完之后来找我们，听到没有？我就在楼上啊。给你们看一下哈，这儿是厨房，然后这里是，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反正挺宽敞的。卫生间，还有主卧，这里是客厅。哦，你原来是上来玩玩，觉得说，我说你怎么这么积极？然后这里是小房间。过来，先干活。我们先把那些东西放到门口，它到时好烂，然后就好拖地了。今天中午看看吃啥，吃茄子。今天中午吃茄子，鱼香茄子，吃了没有？没有。然后给你蘸酿一个，看我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刀工确实不好。鱼香茄子，哇，真的好吃，盐味也好吃。嗯，好吃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今日份的伙食，刚刚是我侄儿去买的凉菜，那些那种素菜，还有我炒的那个茄子，感觉挺好吃的。我的房间暂时进去就说好了，还挺有家的感觉哈。给你们看看我的衣柜，突然就挺有归属感的了。我总算在资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了，还挺开心的。但是搬家的时候确实有点辛苦哈。今天大概收的差不多了，准备出门了。好热呀！这儿还有包行李还没有动，我等过几天再说吧，放这儿。这房间也收干净了。